这个圣光没用了吗？你越教他越强。在、啊、哪里？快聚啊！哎、欸，啊不聚的是怎样？这家伙在哪里啊？不见了！干，我不敢聚了。看到他，我看到他了。哇 ，Mega 进化呢？神奇宝贝玩太多了、哦。有了有吗？好像有中吗？他会不会消失？有有有，真现在真现在！我靠，他越来越强大了！快点啦！还来啊！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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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you！ 我应该把他引过来。哇，看这都全部都血水，越来越深了。救救我啊！快点动啊！哇 ！Oh my god， 我死了 ！Fuck you！ 其他聚的还蛮快的。而且我倒认为圣水可以不用一直用，感觉他被圣水撒第二次之后，他就会狂暴。其实在这之前可以略过就好了、欸，真的不需要太大费周章一直用圣水，太过于依赖他会变身。这是我现在的感觉啦，我觉得太过依赖，我觉得好像还是要依赖一下。靠背啊！哥还不想死啊！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等他往左边走，我要继续锯我的东西啊！烦死了！快走啊！美国时间很多是不是？这游戏有内建中文，简体中文啊 ，OK 的。哎、欸，感觉他死都不走、欸，哎，他硬要赖在这个地方、欸，哎。精神保险，精神保险金，他真的赖在这里不走了，看来非得用圣水不可了。他好像不想让我就是不使用圣水通关，不然真烦。打死都不走、欸，哎。这行得通哦，行得通哦。行不通了。
他真的是走到哪跟到哪的那一种，有没有？他走到哪跟到哪，所以说我可以选择性把他带远一点。Fuck me！None。这样子还看得到、哦，太神啦、啊！有了有了，把它弄掉了，真是很烦。看来不免俗的还是需要用圣水了，不然过不了。它实在太残忍了。车现在不要浪费时间啊，我管你要不要变身啊，先聚先赢啊。啊！他没发现我，我觉得其实这样持续应该也可以过哦。好，不用这么麻烦吧。干麻烦死了，那超爱我的，超黏人。你看哦，交了一个这么黏人的老婆啊，不是，交了一个这么黏人的女朋友，我也是醉了、啊。好困扰哦，怎么办？谁要啊？送她。耗时间而已，都要耗时间而已啊！开始在我附近一直绕来绕去，我出不去了、啊。耶哦耶，没事啊，哈哈哈哈，这样子有办法过吗？他的叫声听到麻木了，我也是啊。他男朋友是不是上吊的那一个？对啊，他男朋友是上吊的那一个、啊，就是照片里面那个、啊，他男朋友是上吊的那一个。再一次哦，感觉要走远了。哎呦，干好险哦，要死哦 ！Oh my god！我觉得先用圣水弄他一波好了，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啊。先把引过来。哎呀，圣水嘞！啊，圣水嘞！
太早撒了吗？我想要在远远的地方放一个，比如说在这边放一个好了。这个圣水范围在这边，把它引过来，把它引过来。哎，不要消失啊！哎，你跑到哪里啊？哎，大哥，你跑错边了吧？干嘛的？不要闹啦！我以为他会直直冲过来，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走左边了。哇，会绕路哎！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我看到他了。差一点！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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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呐、啊，这白痴啊！居然从那边出来！这是到哪里了？居然是照我后方哦，女鬼在哪里？这个人，哇，这么近啊！等他过来，等他过来，这次绝对要赢。还要插我啊，八七，越来越远越不好聚啊，因为你光是要跑就浪费时间了。这次在哪里？完了，我不知道在哪里。他就好像没事啊、喔，把他引过来。欸，算了，不管了，我先聚了。他居然没看到，我就先聚，我不管那么多了。快点，快点，快快快快！没事，没事，没事啊！快过，快过，快过！他家在哪里？好紧张哦！要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啊？我觉得再弄一波好了，我把他引过来，我把他引过来，先稍微聚个两三下。
然后他就过来了，有没有？有没有？他过来，他过来，他过来了。快快快！先让他发现我。哎、欸，我来这啊，白痴！快来，八七，我在这边啊。嘿，叫你的时候不理，真的是。快点快點！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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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次应该过了。快点快点快点快 ！Yes， 哇，我已经锯掉了，你想干什么 ？Oh my god！ 快点啊！哇哇哇哇！逃啊！是他自己在走，不是我在走。Oh my god！ 啊！哇，顺利逃脱。顺利的逃脱。哇！哇！欸，不给我跑啊！我重伤了，他不让我跑。欸，还追来啊！啊！我以后不会去外面玩女人了，对不起老婆。我不会去外面玩女人了。啊 ！I'm sorry。我以后不会去玩女人啦、啊，对不起啊 ，my fault my fault， 哇靠，你是有多气啊，暴气哦，啊，她看见了她的男朋友，别难过，别难过。你会找到更好的哦，他说赶快逃离这里比较好。好啦，哎、欸，我居然没事哎、欸，科科，啊，我要怎么逃离这里？哎、欸，门居然开了。好啦，那我走了哦。抱歉了。I have to find her. 必须找到简。Where are you, Jane? 简，你在哪？哎、欸，门关了。哎、欸。无止境呢、啊？嗯，这是 PT 的一个 PT 的概念吗？效仿 PT 的做法是吧？又红线了。日记，这把刀也许可以帮助我。真女赐予法力给我的刀，但提姆一定会觉得我太过迷信这些东西。我必须把它放在提姆看不见的地方，把它放在柜子上面好了。如果提姆不想帮我，自己会搞定。所以说，他有一把可以拿来杀魔的刀，在柜子上面。好吧。然后我要怎么离开这里？该不会等下那女鬼还追来吧？是吧？看来他怨念很深，你知道吗？这也太长了吧！What the hell？ 奥运选手，可能要回头，回头是那把。我觉得应该不是 bug， 我觉得他这个做法是效仿 PT， 就是 PT 会有类似像这种情境，有没有？就是不管你怎么走，都会走不到尽头，但是需要运用一点技巧，才有办法离开这里。看撞鬼啦、喔！读取画面啊、喔，不算吧？鬼遮眼啊，本来很短，一直以为路很长，对啊，现在就是一个鬼遮眼的一个模式啊。别闹了、喔，太长了吧？哎、欸，有了有了，长到一个靠北。我们终于出来了，啊、哦，好煎熬哦！
怎么可以这么煎熬啊？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唱不上去。安安你好，许丽姐安安。读取好久，要多久有多久。老头在约炮，老婆在砍人。其实他不是我老婆，我只是故意乱讲的。他只是一个厉鬼。我们回到我们原本的家了。我们要找到可以除魔的那一把刀。What the hell is happening？ 而且这里怎么变荒芜一片啊？荒芜哎、欸，越来越乱了。然后我从这边出来，佛像都倒了。他说柜子的上面有一把刀，雾都御魂之剑，应该是那把刀，应该会是在他的那个他老婆的卧房里面的柜子上方吧，我想。哇，这个已经绳子缠住了，缠成这样子没问题吗？知道玩什么？知道玩什么 SN 之类的吗？玩很大哦，这 SN、嗯。那这样子我还有圣水吗？我没有圣水，我剩巨子哦。林北剩巨子。干，自己超安静。我的电脑不见了。厕所，锁三小。所以说，到底在哪里啊？他们的刀在哪里啊？这是我的主卧室，变成这样子。他说放在柜子的上方，这边柜子上方什么都没有写啊，锁住了。那真的就是在他的主卧房。你看，在家用 WiFi 就好啦，网络连线成这样。对啊，这包都这网路线包是牵成怎样，牵成这样子。要是我绝对火冒三丈，乱牵网路线。所以我说那个钥匙呢，柜子，这个柜子吗？不是，对啊，再看一下那个日记好了，不是这个，是这个吗？是，这个是刚开始的，我们要看最后一个日记，超多哦！看到他这边用还用画的哎、欸，哇，还用画的哎、欸，放在柜子上面，他是用一个木质的木头，木质的木盒，吓我一跳，怎么那么黑？一个木盒子。那把刀它放在木盒子上面，这个吗？可是这个东西已经不见了，没看见。不要跟我讲说像上次一样那个钥匙的概念哦，那么钥匙藏在那种鬼地方，谁找得到啊？看到了，哇，藏这么高哦，你是把我当揪的你，最好是我拿得到啦。等一下，这个拿得到才有鬼嘞。哎、欸，不可能拿得到啊！你现在在告我真相有没有？而且我这人物又不能跳。Bus on the cross，
是锁住需要一把钥匙的意思吗？原来是要一把钥匙啊，那钥匙在哪里？钥匙又在哪里？故都御魂之剑。对啊，这角色不能跳啊，我觉得蛮扯的。收息呢？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箱子了，但是我们打不开。哎、欸，钥匙在哪里？绝对难不倒你，又开始找不到东西了。话说我一直看到主角穿过线呢、欸，啊，不用太认真啦、啊，游戏啊，他们没有做到这么细啊，虽然场景做得很细就是了，但是这个小细节他们不会去太特别的略做一些啊，你也知道了，我会在熊熊的后面。该不会那一把钥匙在我们之前的柜子那边？哎，可以打电话，我都忘记了，打看看。Tim, it's me again. 是我。Since your wife's disappearance, you 老婆不见后 ，you seem a bit strange. 就变得怪怪的。You don't act like yourself lately. 失恋了。We're friends, aren't we? If you need to talk to someone, I'm here, all right?Please call me back. I'm worried. 好哦。应该要找梯子垫脚吧？可是他这里，你看，如果这明明都可以拿来垫的东西，他没有指示要我拿。这些物件是看能看不能碰的、啊，没办法，就是要遵从他们的原始设定。只能遵从啊，办怎么办？找到了，原来就是要利用这一张小梯子。你看前面这些东西不能拿来使用，只有他指定的梯子可以用。啊，游戏嘛。好了，我们可以拿一下盒子了，我们可以用那一把不读御魂之剑，啊，来杀爆那个女鬼。Okay, yes, this is it.Come in handy. 等等，拿完刀子直接砍向女鬼，赢了。我也这么希望啊，不然一直被他追一个世纪，我也觉得很烦。被追一个世纪这么久、欸，会直播到十点吗？我倒是想要把它直接播完诶、欸欸。我拿武器了、欸。哇，好酷哦、喔！我还可以往后走、喔。我要往后走。哎呦喂啊，三小啊！小心我捅死你这小王八蛋！我告诉你。干，死定了！不是这里，我手上有那个妙禅大师加持的匕首哦，你不要在那边跟我唧唧歪歪哦。啊，妙禅大师加持的匕首，我跟你讲，你敢靠近我，马上给你捅下去哦！啊，绝对捅爆你哦！奇怪，等一下。现在这个视角是女生的视角还是男生的啊？我感觉这好像是女孩子的视角，好像是简的视角、欸。
那蜡烛防风哦，我为什么觉得好像防风的样子？这个感觉不像男孩子的视角哎、欸。Chill， chill 嘞。什么东西啊？没事，没事，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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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可以，哥可以。我这里好了。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娇喘好吗？搞得我都紧张起来了。完了，又是无限轮回了。哎呦，三小。哼，这动作好笑、哦。他在笑，笑得你心里发寒。是我不活了，太恐怖了，自杀最快。反正妙禅师傅给的刀一定能投胎轮回。对啊，这有指甲油嘛？对啊，这应该是那个剪啊，剪四角。不要闹了哦！这是哪里啊？有红线。这里吗？哇，有影子哎！哦，可以往上走。如果不往上走，往这里走会怎样？这里没有路，有个楼梯。有两扇门。干屁啦！来到这里不能开门，意义是何在？要往回走的意思吗？糊弄我！来的气氛好凝重。为什么没有劳斯莱斯可以代步呢？表示难过。看，这也太黑了吧！还行还行。我靠，这是人偶哎、欸。Hey man， 可以可以。为什么会有这种那种泰国这种穿着的人偶？啊，又一个人。干，太恐怖了吧！我想把这些红线给砍了。没有人，你看，哇，我才是一只鬼！我手上拿着一把刀，跟我的手，我没有我的样子，太好笑了。我才是鬼。干，很小啊。大大别闹，大大，我要在这里困到多久啊？什么声音？等一下，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来同一个地方了、欸。给过了，对，
这一趟不给过了。超时了！哦，量多了，量多了！哇，这个蜡烛永久不会熄灭呢，防风蜡烛，而且也不会烫到手吗？他这样子拿，都已经滴这么久了。手是防火是不是？看这边就死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打 boss 哎、欸，我就觉得这条路好长哦，又臭又长又烦，好可怕、哦。别闹了哦。要么你就放欢乐一点的歌，不要放这种奇怪的，对不对？比如说放个快乐颂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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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他，我到底要不要走啊？哎呀，换人了！这就叫转向了。哇！哇！强制，哎，可以跑了。Oh my god！ 不要，大大，我可以跑了，终于开门。喂 ！Oh my god！ 我插你哦，你别过来哦。我手上有武器哦。我一定捅死你！然后跟我讲说：“你穿我的内裤！”哇！啊？怎么了？等一下，他老婆就这样挂了？不会吧？他老婆被带走了？啊？结束了，还要等第二章节。我以为这游戏只有一章结束就没了。康神，哎，搞不好要分批卖哦！我的天啊，这游戏是分批卖的哦！我是不是入了不该入的坑了、啊？是不是？还要等哦。你这个优化做到那么靠北的优化，你还要让我玩第二章节？对啊，这泰国游戏啊，女鬼意外的正，你们现在是在怎样？其实那个女鬼还蛮正的啊，我觉得还真是蛮正的。不是啊，他这个有点给的莫名其妙啊，而且他刚开始也没讲说要推出的是一部分的剧情，我以为是整个完整版，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你们要买，你们自己就是，如果你们自己要玩啊，你们就自己去拿捏吧。我已经玩到结束了啊，他还有第二章 EP2 可能等下次更新，我是不知道他下次的更新是免费的还是要付费的、啊，这我就不清楚啦，好不好？反正我想说，我既然都已经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嘛，我的坑都已经跳到一半了。他现在要准备让我等第二章，那我可能第二章出来我再继续播吧，好不好？就像这样子，
所以说拿到那匕首到底是，那匕首是拿来自杀的，我不知道欸，他说那个匕首是可以拿来驱魔，可是我拿到那一把武，我拿到那一把匕首之后，我的视角马上切换成，我视角马上切换成他老婆的视角，然后就发生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莫名其妙。对啊，好啦，反正就等第二章嘛，第二章结束之后再看怎样，再看状况吧，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他到主画面会变怎样。好，直接结束了、哦。选择章节篇。哇，我的噩梦开始，我捡的日记只拿了，哦，捡没有，可收集的物品我少拿一个。好，这一章节全部解满了。好，黑暗深处这个少了两个，然后这个少了一个日记。哇，可收集物品这个我少了更多。死亡终点啊，这没有。嗜血的爱情就是那个啦，嗜血的爱情就是那个高中生那个什么工程师那个上吊身亡跟那个女鬼的。哦，这边我还有四样没有收集到。哦，然后这边有一样，哦，看来是蛮难收集的，好不好？今天先玩到这里了，真的。哦，我个人是觉得这游戏呢，这个铺陈紧张刺激，但是呢，有些地方实在太令人无言了。啊，好比就是要闪躲这个鬼的这个方式呢，实在太麻烦又恼人啊。然后再来就是最严重的读取速度太慢，希望他下次更新可以弄好一点。啊，好啦，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啊。这个晚上我就会把这个记录档全部剪一剪，全部上传。你们晚上的时间也可以把它看完。啊，我就一次全部上完，我也不分批上传了。啊，就这么简单，一次上传完我就没什么压力了。好，我才有时间做一点别的游戏，好不好？今天到这啊，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啊。如果喜欢我这个频道的话呢，记得按个订阅啊，就是订阅我本频道，可以追踪我影片的最新动态啊。有时候会发布一些新游戏来玩，还不错。好，那今天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再见，拜拜。